长，请问我们要做什么？真爱在囧途，三对夫妇的第三次韩国旅行开始了。本次旅行的主题是入乡随俗，像江原道当地村民一样生活。只有经历过当地人的生活，才会知道这个旅行有多么艰难。38度高温下，在田里和江边干农活，也是他们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体验。在这么偏远的农村，有钱也解决不了问题，夫妻们要一起动手寻找可以填饱肚子的食材。他们能成功完成任务吗？劳动了一天后的夫妻们已经学会了享受大自然的舒畅。唱山歌嘞，这边江原道给夫妻们留下了难忘的回忆。旅途虽然辛苦，但他们的友谊也更拉近了一步。但经过长时间的这种打磨以后，好像就增添了很多复杂的这样的情绪在里面。旅行让坚强的刘璇也流下了眼泪。没想到最近我们闹就说吵架呀。哎，我们刚认识的时候第一首歌叫什么来着？突然想起来怎么唱的来着？就这一次对我来说还是江原道农村的夜路下，夫妻们也可以浪漫约会。夫妻们的感情在这里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山清水秀的江原道红川迎来了真爱在囧途的夫妻团，但是这里一无所有，老公们要凭借自己的力量外出觅食。太过怕。王铮亮和陈赫为了吃上肉不惜当众献歌。时间都去哪儿了、却只要来的蔬菜，而王涛却要到了鸡蛋、辣椒、大米、大酱，除此之外还有肉。肉吗？肉。面对老公们的战果，妻子们对王涛刮目相看，陈赫、王铮亮自叹不如。夫妻们吃上了人生中第一顿自己动手做的晚餐，夫妻们充实地度过了在江原道的第一个夜晚。真爱在囧途由6种乳酸菌发酵的小样小乳酸独家冠名，爱我就这样。观看本节目独家视频，请登录真爱在囧途独家视频合作伙伴搜狐视频。本节目由电动车领导者爱玛指定赞助播出，爱就马上行动。过了入乡随俗的第一晚，夫妻们迎来了农村清晨的到来。一大早他们都在做什么呢？陈赫、许静还在熟睡，王铮亮、文威也还在梦乡。哎，王涛去哪儿了？早起的鸟儿有食吃，王涛你也太勤奋了吧。没熟吧这个？他让我进去，可能他可能说他有很多吃，但是我没钱。I have no money.I just want some food. Some. Hotel. Some.
啊，骗工吧！好，去干。啊，我们可以去田里挖，太好了。I can help you. 我听过。I can help you. I'm helpful. OK。为了换点吃的。哎呦，东大进的得清炖的。兄弟，你好。OK。哦，这是仓库。哦。一个包让我。这个。一个一天。OK，sorry。哎，感谢哦。哦，回去我给他们赶紧熬粥。王涛用要来的食材开始给熟睡中的小伙伴们做早餐了。今天的早餐菜谱是土豆鱼粥。早餐过后，等待着夫妻们的江原道旅行将正式开始。比较惊艳的拖鞋是吧？没有，我觉得你应该带一下像汪涛那样的惊艳的领带。领带还挺好的。怎么能这样？先把它弄起来吧，这样呢？那好，你那个那样松松的不好看。안녕하세요 Good morning. 胖，你别那么丢的。안녕하세요酋长是吗？就是对，肯定。酋长，酋长，我没整印第安，好吧？酋长，如果大家到这边来了，所以说里长就出来见大家。啊，谢谢。顺便也告诉大家今天要做什么事情。好，里长，请问我们要做什么？本次旅行的主题是像当地人那样生活，但江原道人的生存法则是，幸福的生活要靠双手来创造。这里的人们靠做农活为生。吃的东西要靠劳动才能得到。陈赫、许静，钓鱼。挖土豆啊？随便，那我们挖土豆可以。挖土豆多好啊！还有是摘玉米。王涛、刘璇，挖土豆。有没有上山的事儿啊？到底啊，是干嘛去啊？我们抓玉米啊，抓玉米，抓掰玉米是吧？抓玉米，嗯，玉米种山上的，多好呀！玉米，对呀，对呀。哦，我们摘玉米，到哪个是山上？王铮亮和文威上山摘玉米。我们不是去挖玉米吗？怎么就？玉米变成这个东西了。呦！王铮亮、文威今天才知道玉米不是长在山上的，等待他们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只是抓一天的玉米吗？抓一天的玉米。你会跑了对不对？对，还有几点下午。啊、哦，他抓那么久啊、哦哦？那肯定不是我们的玉米，肯定是全村的玉米，我们抓的肯定是。那午饭在哪儿吃啊？在韩国，大家做就是做农活的时候，在中午的时候会有人为准备一些午餐啊什么的。哎，知道了。哎呀！今天会有几位村民与夫妻们同行，这位是捕鱼达人，村长亲自驾车。登山经历四十余年的大妈，那我们就是摘玉米啊，刚才说的是摘玉米啊。我爸我妈当知青的时候就是这样。他们让我们带点什么鱿鱼回去，然后晚上做海鲜饼吃。我们是在江里，宝贝。江里没有鱿鱼。鱿鱼是在海里。那有什么鱼可以做海鲜饼？三对夫妻今天能够在江原道通过劳动吃上饭吗？他们能适应农村的生活吗？真爱在囧途由六种乳酸菌发酵的小样小乳酸独家冠名，爱我就这样。观看本节目独家视频，请登录真爱在囧途独家视频合作伙伴搜狐视频。再加上我也挺喜欢山的，我们自己也有一个在山上的小屋，所以说就选到山上。嗯，可以哈，先拿着。走啊，他要干嘛？全都是蚂蚁，要过去干嘛呀？从这儿上山？这有路，为什么不走？不是，如果是只有一条路，但这到处都是，到处都是路，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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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Let's go。是去盲人走路。哦，就是带着你这样走噻，你得自己靴子啊。你带你靴子这样子挂得脏也不舒服噻。嗯，这种事太辛苦了。我坚信这样爬山的话，要导也是先是他们的摄像师导。哎呦塞哦！哎呦，把你，这个我们得切掉的，你看下对。确定我要这样去吗？太爬山，我们只是喜欢在山上待着，他膝盖不太好。现在讲呢？累啊，累啊，爬山累啊，我们好久没爬过这种野山了。出那么远的干嘛？我们爬的都是有梯子的，没爬过这种山。对，没爬过这种野山。在这样的深山老林中，哪里会有玉米呢？王涛、刘璇夫妇已经来到了农田。这是你，我是大农，这就是那个玉米田。不是让我们挖土豆的吗？先掰玉米，然后一会儿来。我们只给自己掰是吗？蚂蚁大蚂蚁，蚂蚁蚂蚁大。我们今天摘的是今天的晚饭吗？还是什么？哎，我觉得好新鲜啊，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这样一种体验。我从小在体操房生活，天天跟冰冷的器械打交道，今天突然来到大自然，好开心啊！要不要一个手套？ Okay, 明白。好，不用不用不用，明白了。你手可以吗？可以。别扎着了。这太简单了，这样就出来了。嗯，这太简单了。Yeah! 这太简单了。装一袋不就可以了？哦，那太容易了。
这一兜子的话，再有十个差不多了。这个太容易了，硌我。王铮亮文威的山路之行可不那么容易。好什么东西啊？这就是今天的主人公沙参。王铮亮夫妇今天要做的不是摘玉米，而是挖沙参。这个其实闻起有点像那种很香的那种参的那种啥子，你闻到没有？这个对身体特别好。但如果现在这样直接吃的话，我觉得对身体可能不是特别好吧。你还活着吗？很有点清甜清甜的。我们不是去挖玉米吗？怎么就玉米变成这个东西了？哎呦，怎么了？你咋了？你咋的？你咋抢到了？呦呦呦呦！你好好睡。来个睡吧。可能这个太清香了，就太新鲜了，然后就那个。我知道，可能他那个药有一股那个清新的那个味道，一口就吃全部。我们要找，哥哥。我还以为可以采什么好吃的东西呢，然后我们就可以自己吃的饱饱的了。结果找这种吃进去会吐的东西。没，就我特别敏感，刚刚吃了就吐。我们拿去卖了，都得。这个卖了就跑。葛根很值钱吗？葛根是丰收的吗？自然产的那种葛根非常贵，就有的时候根本就买不。我们现在挖的是高端产品。山的另一端有条江，陈赫夫妇的任务是江中捞鱼。我们家不如这样吃饭开始打吃了。有些韩语跟汉语还是蛮像的嘛，出发儿。慢慢地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你不要害怕，你不会寂寞，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在哪儿？哦，有鱼苗。日子一天一天过。干嘛用？为什么拿石头砸他呀？然后呢我应该怎么办？这就是混水摸鱼的混水呀，快去摸鱼。先把我有看到吗？在哪儿看到了吗？小鹏，我们这围了一个天罗地网，八面埋伏。这位捕鱼达人今天技术发挥的有点不靠谱啊。
冲哥！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天哪，我快撬动一座山了！陈赫、许静一个上午一条鱼也没有抓到，没有兴趣。上午他带我去那个方式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石器时代，这是一个，这简直就是一个古老的不可能捞到鱼的。啊，我开始对今天有点绝望了。根本不是我想的那个。哎，嘿，哈，脚换。因为就是他是个非常喜欢钓鱼的人，但凡到有水边的地方，不管是海边、河边，然后湖边、溪里边都试过，就从来就没有钓到过什么鱼。很多鱼跟那个另外的夫妇就分享一下，您打算做什么？我把这个带回去行不行？还有下午呢。我只能看下午抓到什么才能打算给他们带什么东西了。钓一条这么大的，我们去河水的上游钓大鱼，今天一定要给他们钓很多的鱼回去当晚餐。我都没有心情吃饭了，心情很差。蘑菇就这样，蘑菇就这样，蘑菇就这样，蘑菇就这样。我都没有心情吃饭了，心情很差。嘎嘎乌拉拉，他就说说的，你真当他吃不下？我真的吃不下了。爱，我就这样。小样小乳酸邀请您关注真爱在囧途官方微博，参与节目直播互动，将您最喜欢的节目画面拍摄并发送微博，同时@真爱在囧途@小样君，将有机会获得小样小乳酸真爱大礼。本节目感谢电动车领导者爱玛的大力支持，爱就马上行动。但这个鱼是很鲜的。陈赫刚才还夸下海口，面对美食诱惑，陈赫陷入矛盾。陈赫能抵住海鲜汤的诱惑吗？为了抓到鱼，陈赫和许静再次前往江中。这一次，陈赫能抓到鱼吗？真爱在囧途由六种乳酸菌发酵的小样小乳酸独家冠名，爱我就这样。观看本节目独家视频，请登录真爱在囧途独家视频合作伙伴搜狐视频。钓一条这么大的，去河水的上游钓大鱼，今天一定要给他们钓很多的鱼回去当晚餐。陈赫做着捕鱼美梦，万万没想到捕鱼达人状况百出，屡战屡败，一条鱼都没有捕到。陈赫陷入绝望之中，为了补偿陈赫受挫的心，捕鱼达人准备了鲶鱼汤，好美味啊！但是没有心情吃饭了，心情很差。食神真的要绝食吗？饭，我的小伙伴们都在等着我买东西回钓鱼回去。小伙伴们应该比我们收获多吧？怎么办？我们的心情现在很差。
这是什么？米酒。大中午的就喝酒，这样好吗？자수고했으니까한잔하자고감사합니다파이팅파이팅熟了吗？熟了。但这个鱼就是很鲜的。嗯，好好喝的汤啊！很鲜的，很鲜的。哈哈哈哈哈哦、oh, ，separate， 哦、oh, ，第二次这样，哦、oh. ，这样是吗？这个，我感觉那些太够了。现在装那些都是他自己的。啊，不会，啥？然后给你们一个袋子，让你们继续装你们自己的。到底哪个是我的呀？装几个走了？之所以能当里长，就是有这种。哎，不行，你说断。哎，走吧。走，我们。现在去摘辣椒。哦，太好了。哦，好好好，好，先把我们的，这我们的哈，这是我们的，然后把它放进去，这做个记号，做个记号，这就是等于。这是村长的，这是我们的 ，OK， 是吧？还是回到那儿去啊？这才是刚开始啊，万里长征第一步，感觉。啊 ，go to go to oh oh cool。啊，往上 ，OK。我爸妈年轻谈恋爱的时候，还没我的时候，可能就是在这种地方谈恋爱，哎，还有点意思。来了，他接走了，你看吧，我都猜到了吧？是的，是的，是的，我知道，猜到了。Gary， 不然怎么当里长呢？听到了，里长连，苹果怕，苹果怕，苹果怕。反正是做梦已经咁多。Calm down。Ca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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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wn。哦，扒出来哦，哇，哦，哇，这都熟了，被烤的，放到那个，这样我给你，我来挖，你来，你再装装箱。但是你听我说，第一箱要少装一点，第一箱是里长的，绝对。我跟你说，里长绝不可能是第一箱和第二箱，他肯定是看到哪一箱多就是哪的。哦，哇，哇，这个土豆怎么会往下长？好奇怪啊。哇哦，这边的好多。哇！哇！这好多，好棒！我去捡了。
哇塞，这太棒了，这哇。没事，如果有我有我有，如果你还少，还不能超过你两个。李长，你太可爱了，你把我们两盒合并成一盒自己的了，那小的也不能放过。哎，等他拿走，你看我们的多大。现在开始我们的，哇，哎，挖出来的那一瞬间还是挺让人高兴的。所以劳动出来的果实就觉得特别的，对，开心，哇，好有成就感啊！对啊，哎，我觉得是像找回失去的童年，或者就是我失去的生活，因为我们以前练体操是没有生活，它完全是在一种很军事化的管理和军事化的训练当中。加油加油，大超美，可以吗？嗯，哇，哪个哦，卡萨米达，哦，够了够了，今晚上有卡萨米达，太好了太好了。平常买菜我都讲价都不讲，在这儿现在没钱，给一个瓜都这么高兴，哎。夫妻之间有时会有摩擦和矛盾，正因为这样，在一起的时光才更加宝贵。在辛苦的旅途中体会欢乐和甜蜜，他们的爱再一次被对方确认，此时的欢笑就是真爱的表现。今天他们的爱又多了一些。另一边，王铮亮、文威山中挖药草的任务完成的如何呢？对，对对对对对，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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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要一起上，一起上了之后，它那个地方就比较窄。对，我把这个踩在地下，啊，你可以走过来。现在都闻不到，过根管全部都是灭蚊器，灭蚊药水味的。嗯，小心。这个直接往这墙上走。我觉得现在葛根没找到，山道爬了不少。你，哎，加油。葛根兄，你在哪里？快点出来！葛根兄，我们找你找的好苦啊！葛根，匆匆的现身吧！这边会有吗？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乱吧乱吧。哦。哇哦，好多！绝对！谢谢！谢谢！那这个这些都是呀、啊？那这些是吗？高手呀，葛花也是一种药材。哦。哎
王小亮给你们采花。什么叫做鲜花插在牛粪上？这时陈和许静向着更大的江出发，他们今天能抓到鱼吗？大人爷爷又要跟我们出海了，等我们丰收回来。 OK， 加油。啊，一个一看，我给我一看。就你知道把蚯蚓掐断一下那种感觉吗？那个是。值得纪念的一刻，今天的晚饭全在这里了。都在，所以这个地方没鱼。给我一条鱼吧，钓到一条吧。一个都没有。陈和许静今天捕鱼的运气真的很糟糕，到现在一条鱼都没有上钩。笑笑，要给俺就是笑。嗯。还有不得没？要不然该怎么结婚？那怎么结婚？不是恋爱结婚是什么结婚？男。他是被安排婚姻的吗？哎呀，我没听没的。是啊。没有啊，你们会不会两个人会在有时候跟你老公吵架呀，或者是说发脾气啊，或怎么样啊？不然呢？你经常吵架吗？嗯，젊은사람많이싸웠어젊은사람年轻的지금은아니야吵이거혼자있으면외롭잖아근데그래도같이있을때는그런게없으니까对。会相濡以沫的在一起，然后就是互相都有依靠感，然后想什么事情都是把对方想到的，对吧？我觉得可能也是我们爸爸妈妈他们这个带给我们的这种，就是平时的这种榜样。对，我们一个人虽然也不会孤独，但是两个人在一起，就像他说这样的依靠感是特别好的。是的。春郎。嗯，新郎。新郎。애기야언서 I want a baby. 좋은공기많이마시고가요좋은공기많이마시고가면애기금방생겨네也许韩国之行对于王铮亮文威来说是很艰苦的旅行，但他们的相互扶持让我们明白，这才叫夫妻。不要不要不要，那个水就这样，好凉啊！Stop stop stop， 레이저링 stop， 감사합니다。为什么在这下车？啊？为什么在这下车？因为昨天我们吃的酱。然后我们要的米饭还有我们要的鸡蛋都是从就是对这一大户人家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回报他们一下。要来哈谢哟啊啊啊，这记得哎呦看上面的 OK 哎呦看上面的 OK
看啥米达，看啥米达，谢谢。啊，昨天英美给我们也很多，对。我们就是。那个奶奶非常感谢，说又拿回来这么多东西送给她，然后所以说她就回去给你们倒一杯咖啡喝。哦，咖啡是她的精神粮食。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와와太好喝了，哎呀，太爽了，这真的是田园生活。恭喜你们两个。两年，我们办事就是一年，对吧？但是我们认识就是在一起14年。아니그러면애기는애기는애기는없어요他就是 baby。baby， 我的 baby。对呀、阿姨和叔叔结婚多久了呢？우리는55년됐어요哇，지금은75살，둘이75인데나보동갑에하루먼저났어요。觉得好幸福啊。特别棒。你在哭什么？你在哭什么？好像受了家暴一样，我真的。我想到你平时欺负我。我一听到结婚55年，瞬间眼泪就要跳出来。就很感动。我不会再哭泣。啊，对，20岁结婚啊，就是奶奶他们逼我问的，所以。그럼요，그럼요。确实，在来之前我们会有一些争执，然后也会影响到这个节目，包括我的心情，包括我的伤病。我都想给马代表发微信说我不来这个节目，问他赔多少钱。就这一次对我来说还是。感谢阿米达，欢迎我们才两年。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我自己有时候也确实是挺小孩的，因为我是一个很不太善于表达情感的人，我真的不太善于。再像有摄像机的时候，就更不太善于表达。我每次看到这种长时间在一起的幸福，我都会觉得我和璇有一个很长的路要修行。本节目感谢电动车领导者爱玛的大力支持，爱就马上行动。接下来请期待王铮亮的街头叫卖。陈赫是否真的和鱼无缘？今天哭的时候肯定。刘璇和王涛的秘密约会。想到最近我们，然后就说吵架呀。马上为您公开。本以为是来摘玉米的文威王铮亮，却踏上了绵延崎岖的山路。我觉得现在葛根没找到，山道爬了不少。走了吧，走了吧。苦尽甘来，夫妇俩挖到了很多山中的稀桂药草，收获的喜悦远远大于劳动的辛苦。高手呀！
真爱在囧途由六种乳酸菌发酵的小样小乳酸独家冠名，爱我就这样。真爱在囧途，感谢搜狐新闻客户端的大力支持。本节目由电动车领导者爱玛指定赞助播出，爱就马上行动。走走走，买野菜喽！走走走，买野菜喽！别人，一个我一张，七个楼一张。哦，市场哈。嗯，我一张。好好好。哇，这玉米的。我们是做瓜皮。玉米啊。阿姨对这些衣服还挺感兴趣的啊，像一件绿色的墨西哥式的衣服走过去。王铮亮、文威来到集市，准备将挖到的药草在这里出售。在这儿卖不会被别人赶走吗？给你加油！第一道菜。好，哎，이렇게우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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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우那把你卖了好吗？那是卖你了。土豆土豆藏谁哟？土豆土豆藏谁哟？继续好，继续好。好的，三十哟。Come on, come on。哟，哟。잘하네。그거최영상씨요아니면어떤가요？亮哥，亮哥。You are my destiny。哈哈哈！我给你唱首歌，那。喂。我觉得其实一直以来我们都觉得用体力去换取这个生活换取金钱的人是非常值得尊重的，不管是各行各业的哪一个，只是说就是可能我们真的平时很少体验到他们有多辛苦，甚至是有多么的危险，当他们从事这些行业的时候。합천을 드릴게요 감사합니다 감사합니다 네 감사합니다 谢谢谢谢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全家幸福我觉得只是就可能我们平时的生活更加的舒服一些，但是我觉得永远不要忘记这个社会有那么多人真的是很辛苦的在用自己的体力劳动力去换取这个生活。王铮亮、文威用卖药草的收入去超市采购晚饭的食材，任务达成。王涛、刘璇，任务达成。我不渴望，我不期待那个陈赫能够钓得到多大鱼。但是王涛他们肯定会搞到蔬菜，我是非常的相信王涛他们。但是对于陈赫，
你的耳还在吗？嗯。没有。刚在车上睡了一会儿，现在再也醒不了了。又累又困又绝望的陈赫和许静没有钓上来一条鱼。傍晚，明星夫妻们带着自己白天收获的战利品聚集在红川江。走走走，我们在这么青山绿水的地方来一顿。真爱在囧途由六种乳酸菌发酵的小样小乳酸独家冠名。爱我就这样，真爱在囧途，感谢搜狐新闻客户端的大力支持。那咱们开始了吧？你们得要很钻木取火吗？不要，不是有那个带了个签呢。不可能，外边哪有干草？不可能，不可能，肯定燃得了。我跟你说，这木头都在这儿了。这木头架得很好，架得很好。对，你看，这些都有空间，你看这里塞进去。我们的那个你炒锅呢？炒锅，炒锅。等一等，等一等，能不能猴急了？好，这个煎饼。哎，兄弟们，你们把这调点。这不燃了，就等它慢慢燃呀。打火机。别太多啊。哎 ，great。不用油。不用油，哎呀，真不用油，真食用油，食用油怎么？真不用油也有用，不要浪费我的油，哎呀呀，好浪，真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是教育部告你们学校。跟他们，我跟你们坦白一件事情啊，其实我今天有鱼，其实我今天有鱼。嗯，哇的。臭了，我没有咸鱼了。这是给我们骑的鱼吗？哇！哇！大家把手的。啊！这是给我们。怎么做呢？这个鱼我们用什么水做？洗我就在这里面直接洗了，有矿泉水吗？亮哥手上那个可以用吗？用它的剪刀过来。它肯定会吃水的，咱接上去呢。其实这个鱼都洗过了，今天那个老爷爷都没怎么冲，就放在面里煮了。哎，你鱼要不要先破一下？破过了，破过了。啊，那直接煎。把前面的先洗了吧。没那么快，许静，哪有都啊？做汤的鱼要煎的话，就要煎一会儿。鱼汤啊。啊啊啊！哦。啊。再来。赢了你，哎呀你！不是，我都这终于给你按疼了，是吗？你那表情都特别像。你不要煎太熟吧？哎呦，稍微煎下哪去？你就都丢进去吧，反而就不会那么那个了。熟一点。呀！这个是垃圾袋吗？对，垃圾袋。可以啊。哎，你不谁？前面的先洗了吧。没那么快，许静，哪有都啊？做汤的鱼要煎的话，就要煎一会儿。再来垃圾袋。可以啊。哎，你不谁？那个鸡蛋的话怎么办？哇塞！那可以那个煎肉，如果够菜的话，那锅会掉下去啊！这火也太旺了吧！亮哥退后。这锅会不会炸？
袋腾空了，你知道吗？口袋吧，腾空了，你知道吗？口袋吧。我觉得我们把它拿开算了。现在火太大了，你去拿不了。你现在只能拿，拿住，你小心手。两公，两公，两公。那给个那个。没有。手套。我跟你说，你拿那个两个夹子。哎呦呦呦呦，这个火太大了，不行，你那要伤到手。哎，别！好，别停！停！没事，你们移开，其他有没有做好的？先搁那儿，这马上，但是这个暂时那个马上就好，马上就好。来，给你来点菜，对。好的，我拿把手。哇，县长。辛苦了，怎么回事？来，给村长去。哇塞，村长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哇，鱼吗？好像是肉哎。鸡。哦，鸡哎。哇！还有米酒，有带杯过来吗？这个倒在汤里面了吗？哎，这米酒不要弄脏啊，烧酒倒一点点，但是，那我觉得其实 OK 了。来，那你把它盖好，小心，来传一下，来吧，拿上酒，还有村长酒，来，王相，王相。这么大一碗，碰一下，真好，来，往下，干了啊，往下，你有吗？你也干了。你们休闲房就要掉了。农村生活怎么样，大家？放开了，特别棒，太棒。雷，明天。雷，他过。啊，嗯。找你们朋友都来过，体育队。什么时候？明天。啊。是比什么呀？比吃饭的话，陈阔赢了。我们就赢了。对。比打嗝。我们也赢了。Okay. 比打嗝我们也能赢。而且有奖品。OK。唱山歌嘞，这边山来那边河。来到农村生活，对于三对年轻的夫妻来说都是头一次，因为是夫妻两人共同度过，才能更好地适应农村生活。老公别缺氧了，别掉下去。我缺氧了。真爱在囧途由六种乳酸菌发酵的小样小乳酸独家冠名，爱我就这样。真爱在囧途，感谢搜狐新闻客户端的大力支持。回到村长家，老公们开始运动了。妈，哈哈哈哈哈哈！知道了年龄的问题了，坚持看谁狠吗？地盘呢？哈哈哈哈哈！唱时间都去哪儿了？边唱边平板。时间都去哪儿了？我天哪，都敷着面膜了。可以，都在敷啊。太惨了，二泉音乐，你去。
这个调听着确实不太准。我想是哪个调？惨调。对呀、啊，阿姨和叔叔结婚多久了？今年五十多年了。哇！结婚一人大岁，独立一人大岁的。我一听到结婚五十五年，瞬间眼泪就要跳出来了，就很感人。你十几年，十二年，我以为就是第一年下去。两年前，我陪我妈去她和我爸下乡的地方，然后我妈就特别不无感慨地说：“哎，年轻的时候，我爸还带她在这个田埂上看月亮，那时候很浪漫。然后呢，现在都没有这个事儿了。所以今天你看人家那对夫妇。”可能就七十五岁的那个、过了金婚的夫妇，我想都不会是谈笑风生这么简单能解决的。所以当他们都五十五年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特别清楚的像写论文一样的把这个感受表述出来，但是就是有一个反思。啊？今天问那个老奶奶说，她后悔嫁给这个老爷爷嘛，然后她就说不后悔，还是选他。我觉得他们其实我们最近吵得也挺厉害的，我觉得可能都是这样的，就是得慢慢熬过来，所以我觉得你今天哭的时候肯定也没想到最近我们然后就说吵架呀什么的。你结婚的时候就说呀，我说要放下自我，我觉得真的挺难的，就是真的很难。我觉得就是婚姻就像一个课程，我们俩慢慢都在学，还挺真的挺难的。因为我们可能长时间在这样的一种工作的环境下，然后压力的环境下，然后就失去了最初可能在一起或者是最初的梦想或者最初的人生的这个目标。但经过长时间的这种打磨以后，好像就增添了很多复杂的这样的情绪在里面。我看就是来的前一天吵那么厉害，如果当时我们俩都说不来参加节目，如果不来的话就现在这会儿也没有了，对吧？就是真的，我觉得真的没有夫妻不吵架的。明星夫妻们来到了陌生的地方，才让他们说出更多心里话，也让他们更加学会相互谅解和体贴。下期《真爱在囧途》，在江原道红川将举行韩国当地老夫老妻们、中国明星夫妇们愉快的运动会，敬请期待真爱在囧途运动会的结果。真爱在囧途第四次旅行向世界第五大滩涂韩国西海岸出发，夫妻们这么努力挖的究竟是什么呢？海神给我一点撑子。海滩上的第一个任务的胜利者会是谁呢？两个人第一次接吻的地方，老婆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两个人第一次看的电影是什么？
以心传心，夫妻背靠背问答环节中最默契的夫妻是哪对呢？第四次韩国旅行，神秘同行者突然登场，敬请期待《真爱在囧途》同行之旅。